撕下来一个小角落，好像这样，这是魔术师常做的一个动作。好，当然这个角落呢，我们先摆在旁边，火放在这边都可以。这样子，接下来请问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Alan。Alan。好，签上他的名字，在这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角呢拿起来，这边是刚撕下来的角落，这边是这名片。好，再看一次。你就会发现呢，东西复原了。